是连个弦子器下完了之后，哎，我才能开播。熟练，明天再，我现在拔掉了，明天再插一下试试，然后明天播，明天可以播。没有研究好，差不多算是研究好。好久好久没有播游戏了，明天给大家播游戏哦。手机卡没有问题，本来是有问题，一直没有画面，然后后来一搜，哦，原来还要驱动。那个客服贼坑，也没跟我说要驱动，结果我就调了好久，太坑了。我以前买东西要驱动的，他们都会告诉我，他们跟我说一下。然后包括在哪下驱动呢，很贴心。一般要，我没用过采集卡，我以前播游戏播的都是电脑听的游戏。我发现采集卡这个东西真的蛮好的，就是采集出来的那个游戏画质啊，就感觉好很多，它不会说会糊掉，不会糊掉。
说以后游戏的话，主机肯定不会，但 Steam 游戏应该还会卡吧？是不是？除非是两个电脑还用采集卡连接的。好丑哦！哪来的猪叫？我怎么没有听到猪叫？指甲，然后就是今天洗澡洗头的时候，一下子全都掉了。过两天要去做个美甲了。停了，现在停了没有这么大仇恨了吧？而且现在玩停了的人好少，人家都不爱玩了。停了没有以前快乐。我这边有个电话，我接一下。
青铜花香，可曾与谁共赏？可有辜负几段好时光？若是执手不肯放，若是至死凝望，因果必与岁月不设防。你们的月租是多少呀？啊，我前两天下了营业厅，然后看了一下我月租，就光手机月租啊，不是那个另一个手机号绑定宽带的那个，然后一个月是159。我这个卡一开始用的时候应该也就是50块钱左右的一个月租，给我打电话提80几块钱吧那个月租，然后一开始说给我免费使用3个月，觉得可以的话就续，自动续上的，不可以的话就自己打电话取消，我就没管这回事。然后后来88，然后后来就什么一点一点比一点高，我现在都已经129了，他又打电话又给我推销。哎，我就好奇他的月租是不是不封顶啊，我都已经150几了这个月租了，他还在让我往上升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你们知道最贵的月租是多少吗？我很好奇。129，我154，肥羊。对呀，这也是取消了，我要不了，而且我感觉他们那个电话，他们12086，你想取消业务，非常非常非非常的麻烦，知道吧？是这样的，我以前好像有试过，就是我又不打电话。我要这么，我又不用流量，我天天在家里用 WiFi， 我要这么贵的月租干什么？然后我就想说，我想把这个月租取消了，或者改个便宜点的。他说，啊，这个不行，这晚上不能搞，这个要得去营业厅，所以去线下营业厅。你们也知道我很懒的，我才不想去营业厅，所以就一直尬着。反正想办个取消啥的业务，你就得去营业厅办。花钱的东西你可以在网上都给你办，然后你不花钱的，那你只能去线下了。而且现在有些营业厅也不行，比如说我以前手机。被盗了，我不办，有的就不能补。对，还得去大的，你小的店还不行，真是离谱了。
看，更何况不露脸。我是你爸爸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这个美瞳很明显嘛，很明显。麒麟，你送我的手办到了一个，在那里。你不是送了我两个吗？还有一个我不清楚。我的声音好听，不好听啊。不对你说的，不对你说，就是对别人说。小花说我把它房管下了，你们把它禁言一首吧。我以后再跟你一起打游戏，打游戏我姓鞠，我跟你说。等我下了播就把你游戏好友给删了。这种灰色的眉瞳啊，就戴上去感觉自己像个像个混血。哦，那是挺怪的。你这手办不是同一家买的吗？他就是。挺奇怪的，一个快递在这边的驿站，一个快递在那边的驿站，挺奇怪的。怎么跑到那边去了？我明天去那边找一下，有点小，很小吗？你们平时都说 BGM 大，说我声音小来着。等一下，好，现在怎么样呢？哦，两张买了，难怪呢，我就说买怎么这么奇怪。谢谢笑恋的帮卡。 BGM 太大了，太小了。大吗？是吗？现在呢？再捣乱，我把你房管下了，禁言你，信不信？再捣乱。
合群，你应该这么想，他们都是房管，你就是对特殊的，你就是最特殊的，知道吗？怎么了呀？这个美瞳不好看吗？你不觉得？哎，就主要是我的鼻子不高，我的鼻子太鼻梁太低了，就鼻子高挺一点，眼睛深邃一点，再戴上这个美瞳，对，就很像个混血。其实你是高贵的谁呀、啊？是的，非常的高贵。晚上好，欢迎大家，欢迎任老板。你怎么又改名了？昨天看到的时候就想问，你怎么又改名了？家木，你们真不觉得小吗？我怎么感觉这么小呢？没声了，刚刚不是说大吗？怎么又说小了？刚才说跟别人吵。哦，我服了。这首歌是山神，神山羊。这首歌是神山羊的。大家是办卡吧，大家要就是过这个粉丝团任务，差好多好多办卡，大家帮忙过一下吧。灯光问题好不好？夢もしないのに買ったんだ痛いよな、バカみたいだな、優しさで目がくらんで本当のことが言えなくなって、気づけばそんなに苦しくもなくなって、熱が出て思い出した、悪いことは全部冷蔵庫の中へ、笑うのさ、部屋の明かりも消さないで、ソファーの上で落ちる夢の中、こんなくだらない暮らしを許せないの私が、感觉是放完一首歌我就要调一下。哇，太难了。大家晚上好了，啊，可乐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
是见猴不卖，见猴不卖。倒班卡不应该调自己电脑声音吗？跟那不一样啊，他歌声音一大一小的，你调电脑声音有什么用呢？大家晚上好，我都炸了。哎，我觉得每次就打完喷嚏之后，发现自己的声音就会突然哑了。就每次打完喷嚏之后，感觉自己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就是莫名的有一点。磁性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有没有发现？经典幻觉，不是吗？好想用 QQ 的直播通知。给大家先来个预告啊，明天呢我会播健身环大冒险。所以世上还有什么游戏啊？还有什么游戏是大家比较想看的？太空狼人杀我有啊，我之前跟他们一起玩过。之前跟洛洛一起来，还有愿透露姓名但我不愿说的谁有。我也不记得当时都有谁了，好像有愚公吧，咪咪，还有谁？谢鄙人告辞。提前提不提前我觉得不重要，反正10点半助眠嘛，我就算9点玩的话，那个游戏真的它玩不久，你玩半个小时差不多了，真的玩半个小时就腻了，就半个小时相当于做个运动。你说就那个破游戏，你让我玩2个小时，累死我吧。健身房大冒险这个游戏的它的意义呢，就是让你感受到游戏的乐趣的同时能获得运动，是吧？不是很多人天天在家里躺着打游戏。
所以你说那游戏你让我玩一个小时要我命啊，可以肯定没有你。我就总觉得那个时候五一已经来了，我总觉得他来的就很早，但是他说他就来我直播间才三个月，太习惯了。嗯，不行，这声音得调大调小一点，你看就我这首歌声音又小了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换首歌吧，玩不下去是吧？而且那个游戏我前两天有玩过，它是这样的，舞动全开。哎呀，游戏太贵了，算了，舞动全开还是算了吧，还是算了吧。嗯嗯，欢迎大家晚上好呀。太贵了，好就算了算了。女神节开心，妇女节就妇女节，改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名字啊。晚上好。今天呢是周一是吧？对，周一可能晚上人会比较少，因为很多人以为我今天休息了，就干脆直接就没来看我。刚开始都不知道我叫什么。是不是觉得像我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应该会叫个什么萌萌小草莓，然后酸酸酸酸小牛奶。幼稚小萌萌，对吧？这种可爱的名字，没想到我竟然叫奥呆。欢迎大家晚上好哟。谢谢小怪物，小怪物，叠词恶心心。我越了。哎，我看到好多人都喜欢这么说。我百度一下，我越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具体是什么意思呀？谢谢懒人的花束哦，谢谢你的花束。哎，呆呆就差这种有价值的道具呢，这个花束帮大忙了。呆呆就差这个有价值的道具，还有办卡。大家没有粉丝牌的可以送张办卡嘛？有粉丝牌的，有鱼翅的话可以再送一张办卡嘛？如果鱼翅多的话，可以再送几张办卡。嗯，就是兔了的意思嘛，跟我们这边一样，我们这边方言就是这样的，就是。月了，河南话吗？哦，我们这边就靠河南，所以就刚好竖起了相似。好的，下次不是。哦，不是这，哎，你是误解我的意思了。谢谢谢谢咩咩的钻戒，哎，谢谢咩咩送给呆呆的十克拉的钻戒，让呆呆的直播间蓬荜生辉。瞬间五光十色，非常的绚烂，差点闪瞎了我的眼睛。谢谢你们的钻戒，感谢感谢。对对对，我猜是这个意思，没想到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最近上火太严重了，我决定开始养生了。就天天泡点去火清火的一些这种花茶，泡点什么金银花菊花之类的，上火太严重了。你为什么要把盘子饿死？盘子是无辜的，你怎么可以把它饿死呢？真是一个狠心的男人。
我咒你找不到男朋友，可恶，咒你找不到男朋友。什么起步一端，你们那边欢迎也是啊，好巧。对啊，反正我也不认识什么局，我也不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局，好像是胎局吧，好像还有什么共局之类的。我以前经常买这些，什么玫瑰花，然后共局也有买过，然后还有金银花，还有一些别的，但是都没有喝，都没有喝过。看是寒的吗？你让我上火吗？我这个口腔溃疡可疼了。然后昨天睡前贴了一个异口贴嘛，刚好贴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一张嘴，我这个小尖牙，我一张嘴，这个尖这个侧头尖头就直接把它顶掉了，一张嘴就顶一下，一张嘴就顶一下，然后就没粘好吧。以前用着还蛮有效果的，结果这一次睡醒了之后没什么效果。都没有粘紧，太顶开了。开局打开的时候，我推，对呀、啊，就平时懒得泡嘛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纯净水是最解渴的，不喜欢泡些乱七八糟的。还要洗杯子，什么开了一半了？不要打游戏，游戏有什么好玩的？游戏有什么好玩的？你告诉我，游戏不就是能让你感受到激情？能让你有快感，能让你在游戏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，不就是画面精美一点，然后对吧，花钱花的有感觉，有物有所值是吧，都能看得着摸得见，不像给主播打赏。游戏有什么好的？不就是有小姐姐陪你玩，嘤嘤小哥哥，那好玩吗？那不好玩。谢谢野猪的班卡。反向宣传，完蛋，完蛋了。说的有道理，不看了。要不生活所迫，谁愿意大晚上呢？对吧？天都黑了，在这个黄金时刻，不去跟好朋友打两局游戏，而是在这里，对吧？直播面对一个冷冰冰的显示器，像一个人自言自语。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谁又愿意呢？这个夏服你是真的改名卡多，你又改名字了呀？我还寻思这个什么新公爵，这个没见过的是谁呢？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你。呀，没想到吧？换了马甲我还认识你。良心主播，关注啦，关注啦！跟女朋友玩游戏，
我劝你们最好不要跟女朋友一起玩游戏，对吧？你跟他一起玩游戏，如果是赢了，那你就是赢了游戏，输了女友；如果你是输了，那你就是赢了女友，输了游戏，还输了队友。哇，不知不觉20连胜了，那可以送点小礼物帮忙守守 PK 连胜吗？谢谢野猪，谢谢猪猪。我才不早上直播，早上直播谁看呀？父亲节快乐！嗨，我今天还看到朋友圈有小姐姐妇女节都能收到鲜花的。谢谢叶花。其实说真的，我真的不酸，真的花这种东西我最看不起男人送女孩子鲜花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很浪费。你有这个钱，对吧？你可以请他吃顿小烧烤，你可以给他买个零食礼包，给他买个皮肤。对吧？不香吗？你给他买这个花有啥用呢？又不能丢，你只能放着，放了几天就生虫子，就枯萎了，看着就糟心。然后放了几天就丢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千万不要送女孩子花了。我是没有人家用心爱相扶啊，那我可没有。侄女啊，咱怎么侄女了？男人送女孩子花意味着鲜花送给了牛粪。我的天哪，你以后千万不要对就是好兄弟说这样的话，对吧？人家送女朋友一束花，结果你来一句怎么鲜花都送给牛粪。这不打打起来。欢迎斑斑，好久不见。泡茶泡脚，泡茶是气的。哦哦，泡茶我嫌脏，泡脚我不泡脚。放加湿器里更不好，容易就有异物，然后堵住加湿器，知道吧？加湿器里最好什么都不要放，只放纯净水就好了。实在不行就放自来水呗。放什么就是纯净水来喝的那种矿泉水有点太奢侈了，指甲太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指甲薄的跟纸一样，我剪指甲真的都不用那种指甲刀，就直接用剪刀就好了，超薄的，真的就跟纸一样。边剪指甲就，咔！怎么可乐？为什么要溜啊？你是上周榜的中榜第一哦，你有周榜的小，就是小礼物，周边小礼物。你要吗？抽了，我已经丢了。不是做多了，我的指甲本来就不好，这才做了两次，就薄成这个样子，这本来就太薄了。对，我从小就缺钙，从小就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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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缺钙。
小的时候我妈妈就把大骨熬成汤。不行，本来以前认为就很正常的一句话，现在都不能非常平淡的说出来了。终于大骨还是熬成了汤，变成光。往空中喷不就好了吗？是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该勇敢。我再给你送一箱王用王，行不行？给你回礼。你送我盖中盖，我送你王中王。对，每做一次都会变薄的。那你太惨了，我缺盖可以补，你缺爱那就不好补了。为什么要大补？哦，赚了是吗？完了，那不行。确实是双汇的还是比较靠谱的。我特别喜欢就在超市买一些那种双汇的，就是台式的烤肠买回来，然后每一次就下播，或者是一般都下了播吧，煮碗面，然后那个烤肠。放微波炉烤一下，然后对吧，再烫个蛋，非常nice 的一碗面就做好了。去能干什么没听过？你们今天有没有人去超市？今天的人超级多，真的就是感觉比过年的时候人还多。今天是三，我脸是假的。我都没，我没钱整牙，我整哪儿了呀？我的脸平的跟一张纸一样。哎，我脸那么多肉，你说抽个纸怎么样？抽个纸，你尤其双下巴这里抽一点，脸肉好多。别人的苹果肌是在这里，是这里高，然后我脸上肉太多了，都是这里高。好多人，这超市做活动嘛，部分商品是3.8折，还有一些商品是别的折，就都是很低的折扣。抽了会变形，抽什么？什么抽了会变形？点色吧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今天这么装扮，怎么这么可爱疯了？你在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是可爱疯呢？笨蛋，对，有点 OL 风。放心吧，我没钱整容。大家没关系，帮忙，上一上吧，要输。21年生要断了，开始。哎，这次我就绿茶了，我给你来表演个绿茶是吧？老绿茶了。大家帮忙上上吧，今天人家要输了。我
就不像别人，都有小哥哥，帮忙上 PK， 人家就没有，人家就不像他们那么好看，不像他们那么优秀，为什么人家就没有，帮忙上 PK 的？幸运可乐，哇，人家有了，哇，谢谢，谢谢可乐，非常非常非常感谢。啊，我感觉我这，好像不像绿茶，有点像神经质，神经质。谢谢可乐，非常非常感谢可乐的两个飞机，谢谢。比心，只有可乐上当了。什么叫上当了？你说什么呢？会不会讲话呀你？会讲话我就把你关小黑屋了。应该说，说什么？老板大气，谢谢，谢谢善良的老板帮呆呆上 PK， 呆呆的脸，哎呦。呆呆的这个连胜才，对吧？不会断的，谢谢。微信。谢谢可乐，谢谢可乐的两个飞机。非常非常感谢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你的两个飞机，开启阴间灯光。是被禁了，说啥被人被禁了呀？新灯光，戴眼镜。想等啊，想想昨天，想想前天。晚读进去，那
小那个什么幸福券都打水漂了，来张办卡它不香吗？是不是呆呆差好多好多办卡呢？真的真的，差好多呢，看不到现在一个还没有过呢，一个这个粉丝团的任务都没过呢，小任务都没过呢，大家帮忙过一个吧。上19张办卡就可以过一个任务了。对呀、啊、可乐你刚刚为什么不送办卡？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。今天过节不收礼呀、啊、收礼只收小办卡。对，今天是呆呆老师。我是教大家书法的，知道吗？什么思维方式？谁一把入魂咒了？谁呀、啊？这么厉害！谢谢范马的10张办卡，谢谢。怎么了，朋友？感谢。是我的，中了也不一定是我的，有可能是别的小姐姐，还是不要有什么期望，对吧？以后中奖了，中了什么大礼物，就不要在我面前说了，你跟我说了，我就会有所期待，知道吧？以后不要跟我说了。谢谢，哇，谢谢好美的10张办卡，谢谢你。然后谢谢可乐的10张办卡，哇，谢谢。哎，应该过一个任务了 ，nice 啊。Nice, nice, nice. 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。哒哒哒。哦，我今天晚上吃了一碗牛肉面，分量真的特别特别足，15块钱的一碗牛肉面。然后真的分量好足，那个牛肉的分量还有面的分量，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良心的牛肉面。我吃过40多块钱一碗的牛肉面，肉都没有这么多，他们家牛肉是不是不要钱的？是不是不要钱的？谢谢可乐的办卡，谢谢大家送我的办卡。要不要换一双鞋子？我这个灯没有插上去，要不我去把灯插一下，不然就等一下关灯的时候，亮度就很低。
首歌我才发现是姚伟丽的歌，好像是。非常非常感谢，谢谢可乐。行，这个拖鞋好臭啊！我换一下，换成高跟鞋吧。但是我又怕高跟鞋呢，它会有那个什么，会有声音，会有声音。哦，好像是哦。之前处理气球的时候，这些麻烦就没搞完。一大部分丢了，一小部分一直没有丢，不小心跑过去了，明天再丢掉吧。谢谢，谢谢可乐，感谢。对，高跟鞋会比较响。清楚呀，我没有被投诉过，都是我投诉别人。好多气球，你们知不知道有多少气球？爆了两趟，后来不想扔了，累了，就想以后下次什么有机会在一起丢掉吧，然后就一直全都。在我的这个电脑桌这个纸张里，明天一起喝吧，谢霸气。扎破不是好丢吗？我为什么没有选选？哦，对，扎破的声音会比较大。对，是这样，是的。你觉得他能想得出来？我是想到了，但是我们家这不是有两只猫吗？我怕把它们给吓到了。我这不是怕把它们吓到了吗？以前我闺蜜养了仓鼠，然后呢，就是，他们家仓鼠胆子特别小，就是听到了那种巨响，然后就吓死了。他跟我说的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感觉有点搞笑，怎么可能呢？专业项目，对，我是怕我们家猫造成心理阴影。好吧，我也没想起来。谢谢可乐的30张饭卡。还剩6张办卡就可以再过一个任务了，非常感谢可乐的30张办卡。谢谢。哈利卡多，谢谢。谢谢 Stamp， 洗澡。你们为什么要催他洗澡呀？哦，我知道，雨哥，你该洗澡去了，你想让他跟你一起是吗？啊，他会打架的吗？为什么？饺子啊，半盘饺子。嗯，不倒闭了吗？然后他接管了。
说要去洗澡。非常非常感谢。你跑哪一口啊？哎，就进了咱们这个，对吧？房管大队，你就迟早要学会，知道吧？不学会，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房管，撑死了！真的会撑死吗？是因为他太小了吗？不懂节制，就一直吃，一直吃，撑死了。感觉左眼睛好像有点，有点模糊。谢可乐。隔空打嗝。啊，对，竹鼠就是荷兰猪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欢迎大家晚上好哟。谢谢阿拜，谢谢阿拜。我不是青钢影，我们家房管都是青钢影，个个都是老青钢影了。就今天还算是稍微热闹一点的，平时他们这个时候都在击剑，然后晚一点了，完事了来看我直播。谢谢换新，你们觉得戴眼镜好看还是不戴眼镜好看呢？十点半开始助眠哟。戴眼镜，戴眼镜。竹鼠，让我想起了环龙兄弟。环龙兄弟，咦，你长得很漂亮哟，这只猪很漂亮哟，这只鸡很漂亮哟。意思就是说，啊，很漂亮，那一定也很好吃吧？好的，我去了，去吧。不，我去了是不是？我说我去了，眼镜不戴了，那就不戴了。我觉得戴眼镜不舒服。因为不在家了呀，回来了。没什么。对，以后也可以，就是说早一点，十点半吧。天热了，然后。以后会天黑的早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，天冷天黑的早啊。哇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如果说大家睡得比较早的话，十点助眠也是可以的。你们是觉得十点就助眠比较好，还是十点半呢？谢谢口袋的飞机，带带超办卡。谢谢朋友，不然我都要输了。咦，
谢二十三零舍，非常非常感谢可乐。十点是吗？站好了。明天我开一个投票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就是说以后助眠是十点开始比较好，还是十点半开始比较好呢？都附赠点好，看看，选哪个漏位比较多？非常非常感谢，非常非常感谢可乐。可乐可乐可乐。夏天冷了，我都不喜欢喝可乐。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喝可乐。主场更短了，你有什么主场？你连房管都不是，你别以为你是总榜大啊，你连房管都不是。舌超委屈不敢。你说让我不敢就不敢，你觉得舌超火我就会同意吗？这不是礼不礼物的问题，知道吗？这不是礼不礼物的问题，不钱的问题，这是咱俩关系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咱俩关系这么好，你这样开口了，我怎么能拒绝呢？我不看在这十个超火上，我是看在，对吧？我们之间的情分，所以呢，可以。那请问这十个超火是要分期还是？一次性积付，一次性积付。会发个帖子，投票的帖子，看大家想什么时候，看助眠。那么反对呀、来生，算拉黑了，拉黑了，小了，这就格局小了吗？哎，我觉得我今天好像这眼睛怎么有点肿啊？那肿，今天这个眼睛肿了。肿啊！先给个守护，办卡守护吗？欢迎三生，欢迎双天。下辈子留个约定，用心良苦呢。时间管理大师，别说了，我现在就把我的黑眼圈涂白。我遮瑕膏呢？我现在就把我黑眼圈涂白。找不到了，哦，在这里。罗志祥，我要把我的黑眼圈消下去。OK， 眼圈也有点黑，这也涂白点。太不要高了，不行。听说他好像又有复出的打算了，太可怕了。好了，没有黑眼圈了，不要再说我是时间管理大师了，每天睡十几个小时，屁的时间管理大师。对呀、我每天睡眠都这么足，我为什么还会有黑眼圈？
为什么呀？白眼圈好重，说起白眼圈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心有灵犀？白眼圈，懂吗？一个美国人，没有人跟我想到一块去吗？什么啾啾？谢谢小胖。是特，姓特，也不是说姓特，他名字三个字，第一个字特。是觉得很神奇，哦，我好像记得就是奥特曼，seven奥特曼，他的就是真人人类形态是不是？我好像记得是他，因为我看了机动奥特曼，我就很喜欢 seven。看了一下，就是他好像也有白眼圈，他好像也有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，印象蛮深的，因为他是戴着眼镜，眼镜一拿出来变身，然后我眼镜呢，从怀里掏出来，嘿，然后就对到眼镜上，然后一阵那种就是火光，然后就。变身了，七爷，对啊，三吻，没跟上才行。是啊，因为他好像一直是戴眼镜吧，然后他粘掉了之后，他是有白眼圈的。我是激动奥特曼的七爷粉，真的很帅。朋友圈有一个人，然后就晒了这个手办，真的好香啊，太帅了。好像机动的话还会出续作吧？什么赛班？还塞纳呢？我的童年是泰罗，我不清楚哎，因为我看到他白眼圈，我就觉得就是很少见，所以印象深刻。麦克斯也没有听过，还有四分钟就要助眠了，大家。欢迎头头，喜欢我都可以点关注吗？欢迎甲状腺。哎，说起我的手办，看看，这是我收到的一个怎么这么反光啊？礼物就是，狼王
之前找人做了一个我的这个手办，小遮脸光，像我吗？像我吗？这不我的椅子吗？让我觉得最神奇的是什么？就是我有一个，就是浅蓝色的垫子，浅蓝色的垫子。你看屁股下粘了一个，屁股下面粘了一个浅蓝色的垫子，这都还原了。这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嘛？然后我生日的时候一直没有做好，拖到最近才收到的。就是我当初给他的一张照片，然后他找人定做的。这个假发你们有印象吗？这个假发是，我之前戴过的一顶假发，一半黑一半这个粉色。明天可以再戴一下这个假发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还有桌子，还有电脑桌，还有个显示器，显示器上面是什么？斗鱼、二呆。啊，我没地方放了，那个就没有拆，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摆出来。没地方摆，什么摆在那里？就是雷神的斧头下面，贼恐怖。他万一哪天不举了斧头，就咔嚓就把我脑袋砍掉了，就很恐怖。对，椅子是吧？椅子做的比人像多了，像个憨憨。你的壶，说实在的，我到现在都没有拆，全新的，我都没有拿出来，就箱子在那里放着，我真的用不着那个东西。它的名字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用，叫温奶壶、热奶壶吧，好像是。还有什么？我当时收到的时候，我真的人傻了，我想，哦，这快递是不是送错了？它不叫红帽子，它叫什么奶壶？就给小孩子，就是辅食啊，就是用的。怪咸鱼那倒不，毕竟送我的生日礼物嘛，不管怎么样还留着嘛。助眠呢？一个星期前我就看到了物流的动态，但是我没有拿到，什么情况呢？我过两天找一找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估计在快递站都快放发霉了。突然想起来，1是耳朵拔罐，20吸管音，30泰式洗头，40恶龙咆哮。上个厕所去。什么孕吐？对，那是打嗝。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，又吃冰的，又吃什么？啊，又吃辣的，怎么可能？
今天去超市还买了个开动，好久没有吃过了。想个厕所去。欢迎来四幺。